25岁女外佣服尸香港仔瀑布湾案，警方经调查之后，喺星期二以涉嫌谋杀及协助罪犯拘捕一对分别系34岁同36岁嘅夫妇。据了解，被捕男子是一名英国籍商人，他有香港身份证，同老婆结婚之后来到香港定居，住在鸭脷洲海怡半岛一个单位。他同女死者认识了几年，间中会约出来见面。事发当日，女死者同埋呢个男人夜晚11点在海怡半岛港铁站会合，之后就去到瀑布湾公园短聚。他们在瀑布湾顶部逗留大约30至40分钟之后，个男人匆忙搭的士离开，他当时没有报警。警方透露，女死者在香港做家佣，来了香港大约3至4年。他额头和后脑有创伤，相信是头部被硬物撞击之后在水中溺毙。